活啦，一家大细究竟去边度玩好呢？今日就带你嚟体验蒲式蒲乡嘅蒲式周末啦。为期三日的斜斜蒲蒲鱼国家及澳门产品特色市集，设有超过20个展位。来到这里，你不单止可以试饮试食各类型的蒲鱼国家以及澳门的产品，亦都可以参与不同的工作坊、手艺体验以及亲子活动。可以在中蒲对照的潮鱼场扫描 QR code， 那就可以轻轻松松学蒲鱼了。鸡有鸡味，鱼有鱼味。Frango sabe se a frango， 鼻说 sabe se a 鼻说。步步心里苦，但步步不说。我除了讲恭喜之外，都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好啊。一场来到，肯定要行埋蒲鱼国家食品展示中心，呢度啲蒲国食品应有尽有。想要体验纯正嘅蒲鱼国家文化，3月29号至31号，快啲去塔石广场啦！